香港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一个国际大都市，国际的这个钢琴家、音乐家、乐团来的也特别多啊。然后香港的这个观众啊，也是就是说，他对这个西方音乐啊和对东方的音乐都非常的在行。就每次在香港演出的时候，就能感觉到大家对艺术的这样的一种尊重。是 just connect somehow 对，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做音乐教育的最好的这个最好的 element。 音乐会结束以后，我们会和一些香港本地的一些这个年轻的朋友们会有一些conversation， 也会。